技大学自1995年起开始提供老师教材拍摄服务，协助将教学教材数位化，以作为新进老师教学楷模、学生补救教学的管道。为将本校优良教师教学一化及活动经验永续传承，进而分享国际。于2011年加入台湾开放式课程联盟，建制本校开放式平台，并开发记忆实作型教材，提供本校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更多元化的学习空间。Jenga， 等一下来改造一下，他生了跟老大莉亚生了十二个，跟 Rachel 生了12个。那莉亚的小孩子，因为妈妈她比较不疼爱，那可能小林他爸爸也比较没有特别在管他。那小孩子因此那几个小孩子，比较品性不是很端正，但比较皮，比较不太听话，那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比较不是很正经的事情。那但是刚才我们讲说第七堂的 Joseph 啊 ，Joseph 特别得老爸宠爱，因为 Joseph。的老妈是 Rachel 特别得宠，所以 Joseph 跟其他人不一样。那 Joseph on the other hand was a good and faithful boy。 那 if Joseph 跟其他的兄弟都不一样， Joseph 是个好孩子，那非常的乖巧。那 although a little too anxious to tell his father about the wrongdoings of his